Hello， 大家早上好啊！我刚洗完澡，我现在打算出去洗完以后弄弄之后就出去。北航时间，咱现在已经9:50了。戴起眼镜。还是昨天晚上的步骤，水。时间来不及，还要涂一个最重要的防晒，然后打个气垫。它这个其实是偏黄白的，就是粉白点。完之后我会上一点腮红，它颜色比较深一点，但是感觉这也太深了吧，像不出来。再加一个睫毛，最重要的，大家看我家还是很苍白吧？涂一个口红，我们这个口红颜色我超级喜欢。好了，妆就完成。